咱即马吼，要来执政了后，咱要安怎来重新来建设台湾？咱拢知影，你即马目逐工吼，你是目睭闭紧，你所看到的台湾是甚物款情形的台湾？大家一定对新闻、对足济管道有听到咱台湾即马所发生的一挂代志，大家感觉满意。你敢为即个政府的支持度，你就知影即个国家去予中国人来遐甲咱吞吞，到即个最后的一个阶段变做啥物情形？即个情形，坦白讲，咱也无做一个彻底改变，咱只好予台湾全沉落海底。好好加载，咱即马有即个论述，咱透过一个法律的程序，要来解决台湾的问题。咱解决所要爱的时间，目前是剩无外久，咱就会用做一个彻底的改变。改变了，我常常讲菲律宾的咧，菲律宾伊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菲律宾人。你美国人互因独立，互因家己管理家己。菲律宾人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根据自民主权，伊个殖民国美国允准伊家己管家己，所以成立一个国家。即个国家呾开始，因为美国撤退，伊嘛阁留军事基地伫遐，嘛足侪美元伫遐，嘛甲帮助足侪，互伊有法度伫国家建立个初期。有一个很好的进展。在那个时代，菲律宾和台湾比起来，菲律宾比台湾较进步，菲律宾比台湾经济更好。但是现在，咱常常看到飞楼这个名词，菲律宾的人，大学生在国内无头路，只好去外国做劳工。做劳工这款的生活敢好过？去年有一个中华民国的派伫美国伊个办事处一个因所有的官员，都甲一个飞楼连起间，到尾人甲过，是安那？你去别个国家吃头路，你就真正无一个人权的保障。你若来台湾，嘛是更加可怜，你中间就去予遐个牵狗仔甲你剥削。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伊经济比台湾较好，是安那到尾啊？到这个时间点，伊变作爱去外国做劳工，伊家己国内无法度有头路通食，无法度维持伊的生活。到有一个外来政权去剥削菲律宾人，到有一个外来的力量，让菲律宾伊无法度家己站起，无呢？今仔日菲律宾会安尼，拢家己做得来呢。所以今仔日咱追求的，就是要后摆台湾人有法度家己管家己。但是后摆家己管家己，敢真正是幸福的保障？无呢？如果咱也无有一个觉悟，要做一个彻底改变，敢若想讲，我只摕到政权，好啊，即摆利益换我来分配。咱是为一个。好嘴，佮跳入去另外一个好嘴嘛。有足侪人讲要安尼补过去，然后国民党、民进党去补就好啊。咱毋是因靠经验，咱至少啊吼，袂做一个足大个改变。所以今仔日，咱来受高级班即个训练，咱拢有共同一个心愿佮目标，就是要透过咱个力量，咱家己个角色，来予台湾未来真正透过即个法律个程序。咱把中华民国赶走，
咱会用摕到台湾的统治的权利，咱要为台湾来做代志。啊，所以秘书长啊，伫咱一月初一啊，一月初一，咱讲咱新的讲法就是一切为人民。咱要为台湾人替台湾人做代志，做啥物代志？毋是你思考讲，咱做这個、啊，这个职务后摆薪水会偌悬？毋是讲哦，后摆我有这职务，我会用分配偌济利益，安尼后壁啊就有钱一直入来。因为我有这個地位，我有这权利，所以相对的，我用享受像林益世讲的，这个位置内本来就只系好康的啊。这是有啥物违法的？咱若有过即款想法，含中国人即个想法，也是含民进党即个中国人的想法同款，干呐为着个人的利益来遮争取，来遮拍拼，哦，拍拼到尾，干受着搁家己用摕到啥物好处？如果安尼想，安尼台湾就算予台湾人家己管台湾，无偌久，咱看到同款会变作另外一个菲律宾，所以。咱伫遮，咱爱开始来思考，如果咱若来做行政人员的时阵，咱要怎样来重新建设台湾？台湾去予中国人，甲咱分甲是非不分，无一个主体性，无一个价值观。伊敢予你食会饱，予你好赚大钱，啊钱赚赚嘞，予你哦过了足好的生活，人的价值伫倒？人活伫世间的价值，个毋是干为着好业哦。安尼你口罩内底数字一直增加，一直增加，啊，增加了，结果变作互你有一个权利去看无起善食，感觉讲啊，迄都无努力啊，啊，迄都无认真啊，啊，死好啦。台湾也要安尼努力，真正死好。毋然好业人善食人死好，好业人同款死好，因为同款拢住伫遮嘛。我曾经啊去荷兰开会的时阵，啊，阮去住伫迄个荷兰人的厝，因为伊囡仔拢大汉，拢出去啊，啊，就伊的厝啊做民宿，啊，因为阮去遐开一个国际的会议，啊，阮就去找民宿伫遐住。哦，啊，伊家己一个独栋吼，独栋，家己一间后花园，后迄、那个啊车库，啊三楼，伊家迄个餐厅吼，两七十个人。餐厅是十个人的桌顶，一般咱厝的餐厅哦，拢无偌大，伊迄时我就坐十几个人的桌顶，啊，所以伊做民宿。我去的时候，我问讲，哦，我像你安尼，你啊卖出来价值偌济钱？我想算算，我含另外一个中山大学的教授，啊，迄个中山大学的教授，伊在伫喇叭底买一栋大楼的单位，伊听一声昏倒，因为伫荷兰迄叫做莱顿的一个所在。啊，这个规个砖头吼，你叫是讲奇怪，这个砖头哪遐济间花店？我含迄个台中山大学个教授去伫遐食饱，伫遐散步中，哦，奇怪，哪遐济花店？到尾又才发现，毋是花店，因为每一户拢住干那花店，大家拢有花。啊，毋是毋那外口，连内底嘛足济花，互我叫是讲奇怪，哪遮济？大家拢开花店，啊，花到底卖予啥？啊，结果迄个厝主伊讲讲，伊迄栋厝，我伫遐算算算，算代表偌济，无到400万。伊开伊迄无到400万，但是伊活伫款环境。我迄个朋友中山大学迄教授，伊甲我讲，伊加迄个车位啊，得爱150万。啊，全部加加起来，包括装潢，伊伫喇叭底买迄栋大楼，迄个单位开1000几万。啊，你千几万？出来，内底用装潢足水啦，但是你车入来到高雄市内底，伊就看到个垃圾，迄款混乱，要食食物件，过路边，啊路边车来车去，即款生活，敢是你有法度趁遐济钱人过的生活？所以，你好业无代表你伫台湾有法度过好的生活。啊，所以伫咱今仔日，互中国人直接统治，甲咱教育，互咱的观念。做成功啊！你只要有钱就好啊！你只要有钱，你台湾哪哪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你有钱，大家拢爱尊敬。啊，造成价值观的混乱。所以今仔日，咱有这个机会，要甲台湾政权重新来转变的时阵，
咱就趁这个机会，爱重新来建设咱台湾，变作一个无同款的所在。啥物叫做咱台湾的目标？咱台湾后摆要变作哪？咱常常有讲一个空的种讲法，也是讲较简单的讲法，就是讲后摆咱变作水师啦，后摆变作啥？其实每一个国家无同款的性质，无同款的地理环境。无同款的资源，无同款的条件，你要做同款的国家，有当时也无可能。啊，所以我用一个另外一个讲法，咱来思考后摆台湾，会用咱想要变怎啊？简单讲，咱也用一个目标，叫世界一流的国家，做咱台湾未来目标。啊，目标是安尼，咱为这个目标来努力，咱就会用拼命。咱到尾要甲台湾，无到尾啊，大家拢无爱住，有钱的人走，无钱的人死伫台湾。世界一流国家的目标，啊，咱来即马算，咱即马距离这世界一流国家的目标有偌远？这距离就是咱未来咱台湾人爱接近了后爱努力的这个方向，啊，努力的诶这个距离。咱分做四项来讲，第一就是经济，第二文化。第三就是国民的能力，第四就是人的素质。咱第一来看经济，经济其实是上个客观的啦吼。你讲文化，你讲阮的文化较好，恁的文化较高级，真歹比。但是经济歹势，就是看偌济钱。这经济有法都算出来。咱看2012年的 GDP， 你每年大概国家拢会稍微成长一下。这2012年的 GDP 在全世界有182个国家咧比，台湾这182个国家内底，伊排世界37名，看起来袂歹，前半段。但是真正袂歹吗？咱来看一个国家叫做澳洲，澳洲是啥人？我来提来和台湾比，因为 GDP 就是每一个人生产的这个经济的贡献大概是安尼啦。算人头的啦，澳洲有偌济人？澳洲嘛是2000几万人，台湾的嘛2000几万人。好，咱平平2000几万人，啊，每一个人，咱那税收较济，咱税收三倍，人是安那赚的？咱是安那赚？赚到尾啊，是毋是最近拢流行讲背包客？大家少年咧毕业了后，要去就业，就走去澳洲打工。去遐共经过季啦，像羊剃毛啦，啊去遐做服务业啦，伊一年赚的钱差不多100万的代票。大家烧钱总拢走去澳洲，是啊啦，咱无法度提供即款的环境，爱互咱的囡仔走去遐，搁被骗。有的去遐怎去哦行了唔对路去，是啊啦，咱平平拢2000几万人，咱的输伊输遮济。因是安怎赚来？咱卖讲美国，因为美国伊40000几块，即马可能搁较济人吼。伊美国因为人足济，伊是几啊亿嘛吼。伊爱饲足济力较无好个，伊个外国移民啦吼，因个精英包括一个 Apple 啊吼，伊都爱饲足济人。所以平均落来较久落来，无美国是比全世界真强个经济体。伊毋是干即个数字，所以咱来比澳洲，澳洲含咱有足侪相像的所在。第一，人差不多变侪；第二，伊个自然的环境足共款。但是你讲无但是澳洲足大，因为热带开始分布到南半球的温带。咱台湾有无？其实咱台湾嘛有啊，咱是毋是白？咱是立体尔。咱台湾虽然讲小，但是咱台湾有足高的山，足高的山的话，为恒春的热带，你也一直爬悬，你嘛会经过亚热带过来变成温带，所以咱和澳洲其实有足侪相像所在。咱来分析澳洲伊是啊赚啊侪钱，你也看伊经济的即个分配啊吼，发现澳洲伊的经济的收入。一个足重要诶，占足大诶部分，就是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。啥物叫做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？服务业
平平，大家服务业，你开饭店嘛，开饭店，咱拢服务业。啊，平平开饭店，伊啥无得赚哪一钱？伊规个国家，就是提供予人去佚佗。啊，有法度透过观光赚哪一钱？咱台湾有法度无？可以。有，敢讲有，咱就讲一个道理出来。啊，有啊，咱即马咱也差人济。好，咱来讲吼，一个经济的强甲弱啊吼，有即、這个几项咱会用来考虑的啦吼。第一就是科技，科技的技术所赚的钱，含你用努力，你足骨来去拍拼吼，一工做十二点钟，含科技比起来，咱简单讲，美国做一台战斗机，也是讲最近。啊，咱甲买 P3C 反潜的飞机，我内底足复杂的啊电脑设备，伊卖你一架无人机。你看郭台铭伊爱做伊个血汗工厂，用偌济时间、偌济资源，到后赚来会去钱去买迄架 P3C。所以科技决定着着即个国家的啊经济的 iPad 刚出来时阵。我嘛含人去对流行，第一代 iPad 出来，第二代 iPad 2，我去买去买的时候，歹势，你要等，哦，我后下买物件等，你要先交八成的钱，然后等一个月，哦，如果生理啊，安尼做，人是你排队你该买物件，不是讲哦，拜托你搞买哦，这真好哦，伊变成 iPad Apple 的物件，我一个学生啊跟我讲，杨老师。苹果有毒，我讲苹果那毒，你是讲白雪公主？伊讲不是，伊讲 Apple 用了会上瘾，会去调的。你只要一代一代用咧，因为好用，因为你习惯，你无用迄，你感觉你生活欠一项，啊，所以那真无非咧。你用一届，你就超过调的。啊，我嘛是同款。因为那裡有很多功能，你就習慣說從那裡來找資料，啊，從那裡來做，我那個學生他在做一間頭家的公司，他說他和人白白朋友在指責說，來我們交換名片，他沒有搖一搖，啊，名片拿來放在他的手機裡面，就隨掃描裡面，哦，生活變成這樣是沒辦法回去，不過回去還拿一本那個名片的簿子，哦，在收集名片无啊，啊，所以你啊用这個科技的技术来做一个改变的时阵，大家拢调咧，大家拢只好对你行。啊，你讲啊，我来做伊这 iPad 伊内底的零件，你赚的利润含伊卖一只 iPad， 迄无法度比。啊，所以科技伊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。咱台湾有迄、那个即、這个能力，啊，是讲有迄个本钱来发展科技无？其实台湾有足大个机会，啊，只是讲你个国家个政策，你有法度把咱个即个能力发挥出来无？啊，是伫遐咧疏通，譬如讲啊，我着含即个较好，我着用钱来支持即个行业，啊，即、這个行业会为台湾会趁钱无？咱讲一个上界大家拢知影的，就是感冒病毒、感冒疫苗。你知道有一个国光有无？发一个讲全台湾拢爱讲啥物禽流感要来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拢爱注迄个流感疫苗啦。啊，迄、那个曾启贤伊去开一间国光生化，啊，用国家的钱几啊亿去甲，啊袂做哦，先钱互伊讲我要来订疫苗，啊要安尼不？生物科技啊，要安尼布，爱绝对布死的，啊，无到尾害死台湾人。伊讲，到尾迄阵啊，迄个卫生署长迄个，即摆去做教授迄个，毋是曾启贤，曾启贤是头家，就迄个做定来讲话，我袂讲迄个。啊，即摆伫亚洲大学做副校长迄个，伊讲，疫苗本来就会死啦。咱听说台湾有做啊，有得病，啊有跳的。伊讲疫苗本来就会死人，那无死就引导人。简单讲，伊就是用台湾人做试验，因为这些疫苗要开始用助人进前，要做足侪试验，
爱知影讲有反应，无同款的样本拢爱试看卖，因为咱台湾有偌济基因型，你爱全部试过，啊有人袂注意，因为人的生命计简单，你爱伫试验面顶爱找出有毛病，啊你就爱改良，改良到自然袂安那。啊有一个讲，啊本来就是有五派人会死啊，起笑啊，无恁兜的人试看卖，像安尼。啊，用这款的观念，无把百姓的性命当性命，无把国家的钱当作钱，安尼来发展科技，到尾拢予个人一挂人好康。啊，所以咱台湾有足好机会，因为咱台湾啊教育真普遍。啊，虽然啊，我即马是对目前因为大学变作侪了后的教育，我已经感觉台湾安尼愈来死。但至少进前，哦，在阮迄时代，大学录取率到三十几趴的时阵，啊，进出来迄个人，啊，啊，佫有法度替咱台湾的科技的产业做贡献。啊，即马真困难，包括台大学生，我所拄到的台大学生嘛，同款迷迷茫茫，哈。啊，所以科技咱台湾的机会，啊，所以变作咱爱来把这科技的。这个方向，啊来做一个确定，吼、哦，来做一个方向的决定，啊，要安那让台湾靠竞争来的科技来发展。上界惊的台湾的政治，上界惊的就叫一个教授去做啥物部长，叫一个教授去做一个啥物行政的主管，这上界恐怖。我拄到足侪摆，每一个教授去做一个行政的首长的时候。伊拿着权，第一件代志，就是要做伊做教授一世人无可能达成的目标。我定拄着，我定讲一个例，就是讲咱台湾，因为国家的研究对国科会，即摆讲要做科学部这个，伊本来所有的研究拢去遐申请经费。啊，过阿扁做总统的时阵，刚讲台湾势必拢是海，海洋的研究真重要。啊，海洋的研究啊，大家拢去遐。国科会去争取经费，安尼，迄、那个海洋的经费啊吼，有吸收到限制，伊到尾才用一个海科中心来救出来，所有海洋的经费应当来遮独立的一个经费来申请，啊，所以一个新的单位甚至找一个人来负责，找一个呆呆啊，一个教授来做中心的主任，伊做中心的主任第一件代志，就讲咱买一只，伊一世人无可能买到。几啊亿诶，叫做遥控诶啊 ，ROV 就是遥控诶迄、那个潜水艇啊，迄面顶啊有电缆诶，啊落伊用掠物件，用采样，人无坐伫内底啦吼，迄只机器，迄偌大呢？三楼高，吼、哦、几啊栋，啊所以台湾所有诶海洋诶研究船拢放袂落，啊所以变啦。因为这个 ROV 伊毋是放伫海顶应用，伊一定拖出去海底沉落去的。啊，为着这个 ROV， 只好过来起只船，啊，无哩变啦。啊，起只船，佮起台湾上界大只的研究船。研究船起落了后，迄只 ROV 佮吊袂空袂讲阿死啊，设计唔对。袂记哩讲，迄、那个 ROV 到尾爱吊落海底，啊，落去海底有一个。差不多几十栋的江南，爱放伫个边啊，伊放了好食饭都全部订满满，迄江南要放倒，你袂使放船头啊，因为迄物件是要钓迄个 ROV 的啊。我是啥物啊？听讲迄个 ROV 放落了，船头都翘起来。啊，因为迄个设计无你想着讲，即个物件哈重，啊啥物啊？像迄台船我停伫家庭，迄、那个 ROV 怎啊忽然间想想。看有法度改改良，啊来看有法度搁摕起哩，啊无真正袂用得啦。今仔日所有的足济中华民国做的工课，伊叫一个教授去负责这個，每一个教授因为伊专长关系，吼、哦、好康啊！伊本来一个教授一年研究费上届只予你3000万，好无？但是换伊做一个主管的时候，几啊亿的预算给他开。伊第一间想着讲，我做教授一世人都无可能去买一只，咱有需要买一只。伫科技的面顶，坦白讲，美国
有足侪只，苏联咱嘛有，迄拢足俗个。介合作用因个就好啊。咱有需要，大家拢有一个赛车个个研究个机器来补助吗？啊，所以啊、这是未来咱爱注意爱拼命个。拄着遮个读册人吼，读册读愈侪，心肝愈会啊，这是真足足恐怖个代志。所以未来咱科技个发展，这是咱有迄个本钱，有迄个条件。但是咱爱足小心，爱来做一个啊足慎重的计划。第二，和经济的经济力有关系，就是规模。咱来看 seven， 我是细汉的时阵，厝边隔壁啊巷尾常常去干妈店。干妈店就伊迄间干妈店卖所有你可能买着的物件，啊无人要买这物件，后摆就无你进。啊，即摆敢有干妈店？无干妈店，拢变做啥？哦 ，seven 啦，莱尔富啦，哦，全家啦，啊，其实嘛只几间尔，有些啥物 OK， 干嘛拢开袂落有无？哦，无我都开落啥啦？伊个产业个规模无够个时阵，伊迄利润伊无都支持即款个啊行业伫遮维持，所以产业规模一个足现实个。因即摆要讲啊，你有形成聚落无？哦产业的规模一个概念以外，还佫有聚落，就是讲上中下游。哦，上中下游，你必须要有法度家己维持。啊，无你步兵，你甲中一层，你原料爱人买。啊，你卖了，卖了，你制造的物件，你毋是第一地，互你的消费者，你佫经过卖互后一层啊下游，去甲只生产出来。你也无聚落，你无上中下游的。这个设计的时阵，你有规模，怎样变成哪血汗工厂？因为你所有产业头源头向控制掉，出去下游各向控制掉的，安尼你就算有规模，就像古海面安尼尔嘛。你中间赚迄个薄薄的利润，毛利足低的物件，啊变做安那个赚钱，爱做苦工。所以古海面讲，伊用阵你啊看到一个主管有认真无？侬叫伊做啥？你知无？验尿。放尿。验尿，唔是去有便宜验尿，是郭台铭直接甲你验尿，叫你去放尿，放来清清，准安尼无认真。爱放来讲哦，像地比地，安尼一个礼拜，一个爱心肝，因为已经无闲，甲无时间哈放尿。迄就叫血汗工厂，伊如果伊几个。产业链内底，伊无法度有聚落，有上中下游。伊到尾啊，规模愈大，是愈大个血汗工厂。啊，第三个哦，咱来看产业个特色。我常讲咱台湾吼真细啦，咱卖定定合美国哩补个，讲哦美国有，咱嘛计同款来补这个行业，无需要。因为咱台湾真细，美国较大，我讲海洋部就好啦。美国海洋部啊。管天、管地、管南极、管北极，全世界管了了。因为海洋占全球面积70%，所以对全球影响差不多，大家拢有影响到。那既然大家有影响到，海洋部当然是管天、管地、管南极、管北极，气候伊嘛爱管。啊，台湾咱若有一个海洋部是敢要安尼管，伊都飘伊，伊根本就无迄能力。所以产业的特色。咱啊，经济概念来思考时，咱就要看台湾，咱到底有啥物行人无共款嘞？啊，做无共款嘞？这是生物学内底嘛是安尼啊，演化的过程，每一个生物伫个生态环境内底，一定找一个一个的 niche， 就是你一个区域，你拢行人袂竞争。比如讲一丛树啊，啊，大家大个所在互相竞争，就有的鸟啊住较下骹。有只啊，住较中；有只住较面顶。大家住无同款的区域，就互相袂竞争。啊，你若互相竞争，你一定爱淘汰。有人无法度生存。所以，咱伫台湾产业的概念，咱来看特色。啊，特色有两种。第一就是讲高附加价值，咱头先讲澳洲迄款的概念。台湾有法度提供即款的服务无？咱来讲澳洲。亚洲有一个大堡礁，其实也阁有一个天然的资源，比如让人去观光。咱讲大堡礁就好，大堡礁是全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。啊，
大家一定想讲哦，啊，三五招一定拍一款影片，讲我石斑比人较大。啊，所以人就会想讲哦，我这世人一定爱含迄只石斑献一领相。伊咧坐飞机坐去澳洲，伊讲好，我爱国，我要坐英国来航空公司，不要紧。你飞机到澳洲，你就要交税金嘛。你只要飞机到澳洲，你买机票内底就要交钱予澳洲的政府。啊，你就要住，只爱食。啊！你还要叫大堡礁去佚佗，偏佚佗。大堡礁毋是像咱垦丁讲去东跳来对，我都看到珊瑚礁呢。爱坐船，啊坐船，你敢知影要去对看迄只大只石斑？海底茫茫渺渺，你要来，一定要有教练啊，一定要有人来带，所以你爱去做教练。啊，去遐时阵，你毋是讲哦，游客拖东落来呢？因为你内底你东袂落，你敢死啦，会寒啦。啊！而且你无装备，你海底停袂久啊！你一口肺拢停偌久？分半钟。但是你若装备装袂，哦，你就会卡伫遐收来收去，收来收去，拢收半点钟到一点钟诶。啊，所以当然去，你着爱做装备。装备一个组，去搁请教练，啊，搁请船，啊，一抓算倒来，你讲啊，我要开个省诶，三工就倒来。啊，飞机钱都较侪钱去，咱嘛加算几工，对无？哦，算一礼拜，啊！你看一礼拜伫澳洲，伊甲遐个伊个特殊个环境设计出来，互你有法度去遐观光，互你感觉即世人来遮有价值。啊！遐石斑，互你欣赏欣了，啊！遐石斑个嘛是搁伫遐收来收去，啊！台湾拢甲石斑，哦，啊啊，这样吼，就都爱来蒸，吼、哦，爱吹，哦，爱啊那那。咱的石斑拢伫板顶，啊，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咱的天然的资源，都一只一只，咁一只。啊，人迄只石斑从翕上的，翕了后，伊嘛搁伫遐收来收去，翕一万人，钱赚一万个，嘛是搁伫遐收来收去。翕石斑有价值。啊，所以啊，咱来看咱的资源，比咱来思考这个。用产业的观念角度来看咱的资源的利用，咩利用？爱永续的经营啊！啊，用永续经营的概念，有足侪代志你都袂去做啊。譬如讲，哦，最近南投有一个生态学家，把迄张相片翕出来，不知道南投看到无？本来足青翠一个，大家去用去佚佗的所在，为着迄灯会，佮录一个。平一平，拢土。啊，这款是甚物观念？因中国人迄叫做杀鸡取卵。其实中国人、中国政府来台湾，拢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台湾的代志。伊拢互表面看，哦，我即摆，互你做青盐，其实明年呢，就翘起啊。包括咱讲的尾鱼季，伫东港的尾鱼季，伊讲哦，打前几年，互东港赚足侪钱。但是你用赚几年啊？你用安尼个炒落全台湾，大家迄天去母亲节去煎熬，大家拢来改食黑尾。啊，你毋是黑尾一直掠掠，掠到即摆黑尾全部几只。啊，所以即款的观念是一个殖民的观念，就是讲即溪钓无鱼，咱来钓别溪。即、這个土地互咱吞下了，拢无效去啊，咱阁会找另外一个所在来吞下。迄是一个殖民的概念，后摆。换咱台湾人家己做主，咱就爱脱离即款殖民的概念。咱毋是看到感情讲，哦，这一年会用赚偌济钱，啊，你用赚几年啊？你有法度赚永久的吗？咱头先讲迄个石斑的概念，伊伫遐收，啊，你伫遐欣赏，迄个石斑游玩伫遐。东港尾鱼季，迄时拢捧起你桌顶，逐只抬，逐只抬，抬到尾啊！你看用到即摆无安呢？你当年尾鱼季的时，你甲看。尾鱼本来是一万几只，黑尾，即摆剩几百只。啊，鱼也是安尼买，互大卡大真无简单。迄、那个数量啊，切落去时吼，迄回头真歹回头，因为啊都无装鱼啊嘛，拢互你掠了了嘛。所以台湾未来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概念，毋是讲哦，这用袂足好介绍，而且爱思考讲，即个咱设计出来的物件有法度应用，今年捧出来互人看。钱收到，每年这所在物件同款不起价去，搁摕出来，这就是未来咱伫思考，人澳洲安尼做，
钱会赚那侪钱？因拢无实力嘛，伊逐年拢摕同款个物件，啊收愈来愈侪钱。伊名声跑出了，大家拢感觉即世人一个上大大希望，就是去澳洲含伊只大石板翕相相。啊，大家有即款观念，咱纳税金个全世界个人拢爱来纳税金。台湾有即款条件无？有呢。全世界有两个珊瑚礁是足特殊的珊瑚礁，就是台湾甲大堡礁。因为珊瑚礁是我的专长，我咧做这个研究的。全世界单两个所在珊瑚礁有超过200种的珊瑚，就是大堡礁含咱台湾。其他你讲夏威夷有无？夏威夷有啊，关岛有无？东南亚遐个啊小岛有珊瑚礁有啊，但是因的种类无遐侪。加拿大湾有这么多种，啊，这么多种代表哪？代表伊内底所会用提供出来的风景，就足多种无同款的变化。因为伊无同种，所以伊内底生物会更加多种。所以台湾的珊瑚礁和澳洲的大堡礁，其实是全世界两个我都互相比拼的一个珊瑚礁区。这是真的本质。啊，结果咱把不干呐，我只在做努力要保护珊瑚礁。即摆是因为有政策有一点仔咧配合，啊无进前住伫乡村咧，大家拢嘛派一支机器，啊即摆是甲机器换做摄像机、录影机，哦，换伫你内，你甲拍落去，只鱼仔就无去，你甲掀起来，掀啊足水个相片，你用去参加展览，你用伫你个畅水店讲，哦，你来我来带你来看，遮水风景，啊慢慢有一挂畅水教练个观念开始改变。甲无惊伊穿落，拢带人去拍伊，拍歹后摆就无呢。所以咱高附加价值即个服务业，对咱来讲是一个足大，咱来思考要安怎来经营。吼、哦，第二就是特殊的气候，咱台湾的气候环境，全世界坦白讲真困难有。那拄仔咱郑州人咧讲台湾有玉山，咱台湾虽然土地足小。但是你甲看海岸，你若去一个国家，譬如讲你澳洲，你讲我你看珊瑚礁，你要去看西湖，啊，你要去看、沙滩，你要去看沿岸，哦，你敢不一个伫你敢伫个海岸边走偌远，你敢有看到？但是台湾四片拢是海，所有海的风景，伫台湾设一日全部看得到，而且佫有很多世界其他所看无的。我本来有另外一个工地，专门咧讲海洋的。咱知影迄、那个啊，基隆外海有一个孤山岛，有无？孤山岛有海底温泉嘛？海底温泉内底有一种全世界足特殊的螃蟹。啊，伊当台湾有，啊，迄是咱台湾生物研究内底啊，可能唯一的，登伫世界一流期刊，因为太奇葩的，伊伫遐要食啥？伊住伫遐咩生存？迄海水是酸溜溜嘞，伊喷出来是硫磺，硫磺因为水变成啥？硫酸。哦，迄水是酸溜溜，还佫烧烫烫，其实无遐烧啦，才三十几度尔。哦，但是比一般海水较烧啊。啊，遐一般拢无生物啊，爱要靠啥食先？伊是爱要住伫遐，选择伫遐生存。生物下内底一定有原因，伊会伫遐生存，因为伊遐食。啊，有一寡要维持生命族群的一寡条件，啊，这条件是啥？台湾咱中央研究院有一个教授，哇，我一个好朋友，伊甲做出来，关键做出来，到底世界上介好的期刊《Nature》。啊，所以台湾真正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个足特殊的所在，迄无呢，别位所在无呢。啊，所以咱有一寡特殊的气候、天然的环境。会用提供咱来和外个国家，别人无，咱提出来和伊竞争，安尼咱才会有名面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包括啥，我一届伫国科会，哦，甲所有生物学家召集起来讲，咱来发展台湾生物科学和世界无共款的所在，咱有啥物特殊？提出两点结论，第一点就是珊瑚礁，我头先讲的；第二点就是啥，云雾气候带。就讲咱有真济山，啊山会大雾，大雾的所在所形成的气候环境，含无大雾，足无共款。
伊有大鹏所在植物，遐内底生物拢足特殊。啊，咱用产业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地壳，足侪云雾气候带产生出来经济作物，哦，地壳嘛，互咱台湾赚足侪钱的。尤其日本人，伊根本含买印度的地，印度是全世界生产地足大个国家，英国拢伫遐，哦，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本来上界大，拢伫咧卖地。买地卖地，啊！但是伊遐地和台湾地就是无共款，啊！所以咱个台湾地，讲一两样卖偌济，啊！人外国毋是卖一两个，你知？咱后庙咧卖，我有一届，啊，迄阵啊还阁少年，毋知影行情，去菜市啊，互我妈妈去买菜，啊！我看到迄鱼仔吼，啊！我着我妈伫边仔咧见，我着甲问头家。OK， 这一斤偌济？这鱼啊，一斤偌济？我头家偌不屑的，伊讲无来算账的啦。啊，阮通讲讲算账算斤，你咪一斤十人，你话你你交照讲就好啊。你啥？啊，你若讲规斤，迄讲起来你惊死，你唔敢买。所以咱台湾的地许是算账的，含外国迄款地算斤的无共款。所以就因为咱有特殊的气候所形成的一个啊特殊的产业。这就是咱台湾有法度竞争无同款所在。好，咱来讲第二个文化。台湾，咱敢有文化？咱会敢讲台湾的文化？但是你讲遐个文化的代表，就是拢中国文化。包括你的习惯、信仰，最近咱过的中国年，中国年过的风俗，拢是中国的文化，遐毋是台湾的文化。咱台湾敢有文化？文化来讲，咱用四点来检查文化的好歹，啊，佮你文化的本质。第一，文化伊绝对会来讲有动人的故事，啊，古早安那番是食到饱，我开始讲，讲一寡你会感觉讲啊，真正住伫遮人真正做厉害的，住伫遮人做伟大的，住伫遮人做感动人诶，有动人的故事无？台湾有发生伫台湾即块土地面顶。曾经发生过的动人故事流传下来无？啊，是你拢听的拢是二十四孝、十二孝、六孝、八孝，拢是友好，拢卧冰求鲤迄款的，有动人的故事留下来无？第二，有美丽事物无？美丽事物包括啥？包括有图、有音乐、啊，自然的景观。第三，有古迹无？古迹就是讲。古早人啊、留落来即好诶物件，啊后一代感觉讲水有价值，啊保留起来。啊你若看了压杂歹，就是用敲吊灯器，敲吊灯器，所以有法度一直留落来，绝对是有价值诶物件。用即有价值诶物件去检查住伫遮诶人，伊到底有水准啊无水准？有文化无文化？第四点就是现代，咱即伫都市你出去，车驶出去，人行出去。看这都市，予你的感觉是甚物款？予你的感觉就代表这都市现代文化，古迹是代表历史留落来文化。好，咱来看台湾有动人的故事无？啊，我听感觉咱台湾足济代志是中国留落来。这个物件，我常常细汉的时看了这会惊呢。我看了这，大家眼神啊，伫遐咧。白的时候，我看到这种走到碰家境的，这样吼，下暗时啊，做梦的时候走来找你啊吼，你也无摄到我输你。啊，咱河南的故事是啥？虎姑婆，哦，就是讲恐怖的故事。我细汉听上侪就鬼啊故事。啊，敢有啥物动人的故事？你敢能讲啊，人的价值真正是足伟大，有无？伫发生一代有无？大家思考看卖。其实对台湾来讲，真正发生伫台湾，予咱会感动的故事，我感觉啊，从原住民留落来，即个祭典，即个庆典，伊感觉对大自然、对人的一种思想表现出来传下来物件。咱来甲台湾的真正的文化，和中国移民来优势汉文化当初欺负即个平埔族，予遐平埔族。戆戆，拢变做移民是汉人，讲台湾话，就是移民是汉文化的子孙，
这爱分得清楚。你若无分得清楚，台湾的主体性无法就出来。你若无分得清楚，不管是有人去问讲，啊，咱当初1945年啊，天皇导航的时阵，中国啊来，甲你讲，恁回归祖国怀抱，恁会用个重新变做中国人，是啊，咱迄阵啊的祖先，咱的阿公、爸爸妈妈迄辈，恁做较欢喜，吼，等来讲，吼，真好，咱要回归祖国怀抱，是啊，日本来统治50年，甲你变做日本人，是啊，变袂过，因为台湾无建立伊的主体性，台湾伫英尊皇殖民的时代，清朝以优势汉文化来甲台湾统治，互台湾人就是比较优秀。所以中国人一直转来讲，哦，你台湾回归祖国的话，大家欢喜甲靠遐的，佮毋知影讲人爱甲你骗，其实伊甲你当作日本人，啊，你即个戆戆台湾人，就是你是中国人，啊，不过你日本用台嘛，所以。为着避免即款代志阁重新出现，咱必须要建立台湾的主体性，咱必须要和中国的文化、中国的这个关系全部甲切落去。咱是咱英国人去美国了后，伊嘛是同款，伊袂认为是中英国人诶，伊认为伊伫美国，着建立美国的主体性。不管倒一个国家去到美国，住伫遐变做美国公民，伊的认知伊就是美国人。伊袂阁想讲啊，我是美国人，我嘛是英国人，还是我是美国人，我嘛是法国人，无迄个代志。台湾人如果也无法建立台湾的主体性，住伫台湾，不管你位在哪，你就是台湾人，效忠台湾。你也无法度安尼啊过来，你也阁一届有发生这代志，大家讲讲吼，中国一个来，中国上海到，甲你骗，上海到讲白菜，甲你骗落，大家阁讲讲，相当于做。欢喜做台湾中国人，所以咱必须要把主体性甲建立起来，这就是一个真重要。咱必须要去思考，啥物是为中国来的，啥物是咱台湾人家己啊先生的一挂文化。英国有咧，英国有当年的故事无？英国有足当年一挂公主与王子的故事啊。我伫英国留下时，我就感觉讲，哦，英国予我足新鲜的，这个国家。是到处拢是历史。我伫遐时，因常常咧笑英国人咧笑美国人讲，美国人200年的历史，迄间算作历史。英国人讲，阮行入路的吼，凊彩踢到一个石头啊吼，上无500年。啊，所以200年啊紧啊！我伫读册所在叫做 York， 啊，你有一张图。York 迄上海古，迄伫罗马时代含。英国人正甲密密麻麻所在，因遐凊彩一个迄围墙阁即摆拢留咧，啊，所以有历史、有文化，文化代表啥？咱头拄讲的，这是一种产业。文化有法度演变做一个产业。英国常咧讨论讲，咱要甲王室废除，要甲皇帝废除，因为皇帝一年摕因的税金，开足侪钱来饲即个皇帝，但是逐届公投拢袂过，是安那？来换讲。因为有皇帝，所以足侪人来观光。即啥？白金汉宫头前看人贵宾交接，啊，着足侪观光客。啊，不管是伫位置头前伫遐看，人这是比啥物中正庙迄贵宾交接较有特殊性呢。逐年着足侪人来遮观光，敢要看这個。啊，所以因有当年的故事，着用为当年故事即个文化。产生出来啊，经济效效果出来。过来，咱来讲艺术，好，看了这幅图，大家拢知影这啥画的？啊？免甲你讲，大家拢知影对无？这梵谷的啊图啦吼，梵谷叫一个人，荷兰人嘛吼。啊好，啊咱有法度提出这幅图，大家看到全世界啦，全世界人看这幅图哦，这个哦，这是。某某人，啊，伊是台湾人，有无？无。这就是咱努力的目标啦。台湾的文化有迄主体性，要予徛起世界一流国家的标准，就是一只啦。后摆后一个画家，咱培养出来，有法度画一幅图，全世界看到这张图，就知影讲啊，迄个台湾的某某某画，
像咱看了这幅图，知影这是荷兰的梵谷画同款，咱就达成迄个目标。啊，无，歹势，莫伫底下讲什么台湾之光哦，硬气，这嘛是同款哦，这幅图嘛是同款，看到大家嘛知影，尤其是去法国的罗浮宫，你若无看，你无先去罗浮宫哦。所以大家去罗浮宫一定含伊合照，代表你有来过罗浮宫。啊，这张啊吼，因为放袂出来，这是啊，咱个原住民的巴布合一，这是巴塞隆纳的奥运内底的主题曲。咱台湾唯一是单纯纯粹咱台湾的文化，站起咧国际舞台，互人感觉讲赞。加上原住民的巴布合一。原住民的艺术啊，啊，这真正代表台湾的文化。你讲迄哦，京剧啥哈，迄有去国际舞台，迄代表中国，不是代表台湾。啊，所以安尼吹吹吹，原住民的文化其实是咱爱珍惜、爱保存、爱发扬的一个咱文化的代表。咱台湾有水的风景无？有。哦。这咱就足骄傲，因为啥啦？咱有。